我觉得这是钱的味道。我刚一进来，我就跟小编说这是钱的味道。有没有几千块？它的这个精油味，我觉得很厉害哎。舒服哦，因为我们里面的这个成分的精油是用到非常非常好的精油，我觉得真的很微。我看它里面的精油成分很厉害。我们先不讲精油成分，我先讲它这个是财神爷亲授的专属香气，文财神特别去指定我们要做的，添加这些成分在这一罐里面，这个精油的配方是他给的哦。对对，其实可以得到财那个财神加持，而且他还有加持、哦。而且我们不能乱讲、哦，因为如果我们乱讲的话，我们会要承受一些有的没有的事情。对，所以头皮发麻。对，所以其实真的我自己很喜欢这个商品，所以我一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还蛮开心的。我很少看到这样子的配方。可是它的每一个配方哦，你单单看它每一个的精油配方，你去看，你就会发现财神爷的智慧真的跟我们凡人的智慧是不一样的。对，因为这个呢，其实老板娘她有跟我说，她就是文财神去特别去针对，就是她要给我们就是所有这些好的能量的这些精油，然后结合起来集成这一瓶，然后呢，它其实等于算是平安喷雾的升级版。对，然后它里面的成分像刚刚讲的那个零零香豆，然后还有那个香西洋丝草精油，它西洋丝草它其实是苏格兰人的那个幸运的护身符，然后还有花梨木，刚刚有人讲说哎，好喜欢花梨木的味道。为什么你知道花梨木它就是木质调但带点果香花香，对，然后它会让你就是比较低沉或是比较镇定，就是比较低落的能量会帮你拉起来，还有香草原精跟烟草原精，它主要就是帮你就是磁场就是帮你全面 hold 住，帮你全面稳住。所以这一罐它的味道其实闻起来是，我觉得是很微的一个味道，它会让你整个好像开了，反正你就是喷在身上就对了啦。我觉得真的就是有喷有保佑，真的，因为其实它的精油的本来的成分就是有这样子的效果，它就是这些成分就是帮你把不好的情绪拉起来，然后它其实还可以帮你放松，然后也有好的能量。